怎在那远前才知我的头，在那旧车站到天后仍然最好，但话你的心痛途中一动未够，为何为何为要他拥有，在为了心爱的爱里面上要总会喷子后，再提上一朵秋，未必风光更好。而你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针，谁又要针？但不觉到现衬，仍然放肆比划一层。八年大旧怎样针？几多米高给我针，为是冤仇。香港人来说，你觉得非常非常棒啊？真的吗？但是你说这话的时候心虚了你，你是不是很棒？但是他们也不错啊。是啊，当然的，现在香港嘛。是是是，所以他们也跟我一起有互动啊。好，对对对，好。但是再讲一遍啊，我知道你们要拍照是不是？但是千万不要用那个 flash， 好不好？因为会把他的显黄掉、显死，好不好？放闪是他放给你们，不用你放给他们，好不好？他的意思是会把我的魂魄射走。对啊，有个很难再把少爷请回来香港，好不好？比较难一点点，对，要看那些香港鬼片回来了，回来了。你不要这样吓我，胆子很小啊。好，刚才就是唱一个就是《西山天后》，系啊，一集天后。系点解会拣呢只歌咧，少爷？啊，跟住咧。好像你想听他用广东话还是国语啊？啊，好好好，广东话。大家好，我是万岁，我就好开心来到香港。跟住你，你别动我的视频。很简单，是对，因为其实我为什么会选《下一站天后》这首歌曲？首先第一点是我还会唱一些，就是小的时候会看过这个电视剧。
小的时候，对对对对，所以你们也会唱，不要隐瞒你们的年纪，好不好？不要在这跟我装。然后因为小的时候看这个电影，其实感想蛮大的。当时也是电影里面应该也是类似于他作为明星，然后在后台唱歌，是不是代唱，幕后代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艺人的一个心路历程吧。对啊，那我相信你也作为艺人应该也都知道。对对，所以我选了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香港本来也有一个地铁站叫天后。对，天后。嗨嗨嗨嗨，小心一点，嗨，这个广东话了啊，再拼一点点就是脏话了。脏话不是丢，嗨嗨啊 ，DEAL 丢丢丢，那个丢。哦，那广东话当的。啊，好了 ，OK。嗨嗨嗨嗨嗨嗨，感觉嗨嗨嗨有点像日本。嗨嗨嗨嗨嗨，多久多久？对，然后因为有一站也叫天后嘛，所以我想说这首歌曲在我心中比较代表香港。那么可能传唱度，因为他们其实岁数也蛮大的，对，也可能跟我又有一起，又可以一起合唱，所以才会选这首歌曲。对，你刚才应该叫我在你后面呢，啊，唱啊。哦、oh, 对哎在这个后面看啊比较衰一点点了好像真的吗没有前面很好很好、oh, 对所以这次来到香港就讲广东话不如我先考你一下香港广东话的咬口令好不好啊好啊玩一下好不好啊经常我回内地会去其他地方啊、别的就演艺人也会考我一些就国语的是所以要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并炮兵炮再见再见玩笑啦、嗨嗨好这个比较简单的就是入实验室而且你们也会先跟我讲这个国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入乡随俗是去实验室还是进实验室对你听、你听明白好啊入实验室入实验室咁咁咁，这个动作要往前按，对，往咁往前吗？对，咁哪里往前？咁没有前面，对，咁咁紧急仔，咁我在抖，紧急仔，咁急仔，好，来一遍，这个速度比较慢一点的，好，入实验室，入心验室，咁紧急仔，咁咁急仔，好了，快一点好不好啊？啊，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哎，刚才唱歌都没有这么紧张，现在反倒紧张了。他们想看你就是这样出糗了，是不是？你看你们粉丝们多爱你啊！是，入室入室咁紧急仔，入心入心咁紧急仔，好不好 ？O 不 OK？ 好，难度来一个再大一点点的。大吗？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大了。有一个就是按你的广东话名字去，我刚才想的。哦，对。你蒙老师嘛是不是对在广东话是满水满水满水对对很简单啊满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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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蛮不错是不是、这个很简单的是满水在隧道满咁睡觉感觉好像我听到了睡觉啊对不对你们用国语讲翻译一下、我觉得其实今天咱们这个主持人我要表扬一下他是做过我功课的因为他刚才一直在讲一些重要的词什么大呀什么睡觉啊我觉得跟我平时应该是蛮贴切的所以刚才那个广东话呢是以 C 才就是 C 嘿我、我孟瑞孟瑞在睡到在睡觉在睡到里睡啊、在睡觉里睡到睡着因为你的猛在我们广东话就有一个不断盲刚就是不断的哦对又开始了好像反转比较好不断的大是不是更好啊哎不要这样他们都是女孩子我是人气不断的增大哦、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对我好像没有任何狂睡在我身上OK 我猛睡在隧道猛咁睡觉我猛睡在隧道猛咁睡觉猛咁睡觉不错不错掌声回一下当然就是好难啊再多来几天香港就会
就会对，我觉得再多来几次，我应该语言没有障碍了。对啊，对，我就不可以再做你的主持了，我不到了。可以啊，我们可以一直用广东话聊天了。哦，好啊，对不对？怕老，我们今天不行，刚天不大，就好像你的书名要明天才可以是不是。哎，明天才有你哦。明天啊，好啊，我是昨天啊。现在我们是就因为今天是你的生疏发布会嘛，是，我们就来先聊一下我们的生疏。哎，在这里，哎，生疏，来我们聊一下生疏，生疏，哎，好，漂不漂亮？漂亮。哎，你们现在手里面拿到实体书了吗？拿到。质感是不是还不错？我昨天直播没有骗你们吧？对，还真的不错。然后里面有很多就是他那种插画是现画的这种，对对，确实还不错。对对对，那就讲一讲，就是整个封面呢，我看你微博说就是特别喜欢，为什么呢？对，因为其实这一版封面，我觉得它更像一本故事集。它给我的感觉，我看到这个封面会联想到什么？就是啊，比如说你去旅游，然后包里面随便揣一个这种一本像旅游书一样的东西，但是其实它每一个都是一个个暖心和疗伤或者是治愈的故事。对，然后这里面肯定有我对于当下社会的一些观点，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思想。咱们不论它对错，但是想跟大家拿出来分享一下。对，嗯。好，然后就是整个封面呢是特意就是有一些香港的味道在香港的那个，因为我觉得就是香港在我小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因为看 TVB 嘛啊，然后有很多那种灯红酒绿啊，什么兰桂坊啊，感觉哎呦哎呦哎呦，昨天晚上有去吗？兰桂坊是什么地方我其实还不知道啊。哎呀，真的兰桂坊就是一个你去测试一下自己人气的地方。那你测试的结果是？我过去有很多大妈冲过来打我。对对对，这跟你不一样啊。所以我就故意让他画了一些这样，就是有香港风味的感觉的这样一个，比如说一些牌子啊。当时我还在开玩笑说，我说它上面有很多这个字嘛。对对。我说会不会人家来告我说你们是为什么画不好？好像你们对我们香港就只有卖药啊、卖奶粉的。你看封面是不是国际重要啊？是不是啊？对，要很补品的，很补啊。对，嗯，香港很补，很补啊。来，先不要补，食物还是对，就是我觉得其实香港对我来说给我很不同的感觉了，就包括其实也应该有饭店，因为昨天也吃了很多香港地道的一些港式茶餐厅这样的食物啊，然后菠萝包、冻柠茶、奶茶。奶茶，就广东话跟国语不听状况，我要搞乱了。奶茶还没，奶茶啊，奶茶，对，奶茶，奶茶是、哎、是，它的奶茶，然后还有肠粉，对，反正我觉得吃的倒很好吃。好，下一次你可以就是叫一些你不喜欢的人，肠粉的商贩，肠粉的商贩，就是一些就是，但是不要啊，我没有，就教你一点点，我出来就递到香港人，教你一些话。出外就是比较好对抗一些你不喜欢的人的、嗯、当然没有香港不喜欢你了。好，对香港的感受是怎样的？这一次再来香港就是举行这个发布会，我觉得天气还蛮好的。听说这几天每天在下雨，对不对？对，好像伦敦一样，是不是？然后但是他们有跟我讲说贵人出门多风雨，哎，我就突然想我应该是贵人吧，在皇宫里能活几集的那种。你知道就是那相片的这里来啊，忍不住杀掉了，然后再尿尿。但是我觉得其实哭了，快又哭了，你太久没来香港了。因为我觉得其实下雨也蛮代表香港的感觉，就是你走在街道上那种，因为它又不很大，毛毛细雨，然后走在香港街道，看着，因为我香港给我的感觉是，节奏很快，嗯啊，每个人都在忙碌着，然后我看到饭店很多人都在吃饭，我就会问说为什么他们不在家里面吃饭吗？说他们比较自立了，就是家里面爸爸妈妈自己什么都在外面工作，所以大家也都在外面吃饭。这种给我的感觉，可能生活压力蛮大的，但是他又很充实，就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力量在。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香港是让整个这个城市弥漫的气息，是让我们所有年轻人积极向上要去学习的一种气息。对，你昨天一来就是情深深雨蒙蒙的感觉。真的吗？对，你应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情深深雨蒙蒙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梗是有特殊的梗吗？啊，没有没有，这是一些烂的，烂掉吧，我们要捡起来。